先前的素行人提示，你便是当今的师傅，是吗？师傅，早前贪执身份出色，如今确实也再无文盲必要，何必半路是师傅？尤其是亲口肃清，三高本源，欲在阁下手上，如此便好。无悔改清，三高覆盖，红莲何无涉嫌？李毕，何以？如令并无信任我，身份出色，文员献身，也已引来抢夺。啊！一刚明明约好，只能在场七人知晓，想未到一时有人讲出去了。我看一定是机侠，故意禁止，因为叫机侠有一日侠义，肯定是好人。哈！有你，你，你们以为我看未出你是咧创敌我？你真正有认为，那就进去质问呀。质疑在心，质问却讲究证据。台中金鸡县晚会，所无做的探查是谁留下吗？那要等什么呀？赶紧先去赴约吧。注意，请，我也有他事，请。不久的将来，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侵入神雄的三高本源，那是一个已被锁定的目标，所以也是将事交予温春秋，确保安全。我的态度依旧，用处不用，你该收去。是三高本源在我心上消失，为何泄露？就我代表当日议会那七人之中，比如问题。目前不论嫌疑者是谁，所有身后如真相的身份，这是问题的客观。三高最尊贵的三高本源，根本不该交由怪魂妖气之人保管。这菩提只有属于自心的一念，不管三高本源，这是我之责任。这两者并不相干。红苗，这来自妖气的红烛。所以一时会出相关合，任何文东哥太过可恶，不怪东初深深所问，请求犯人代表成为何文含令者，这背后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你要认同这菩提力量，就算如此，我叫马不行。东初三高本源是我高和万会班，你根本是原来那人。也是瞒骗众人，也是这些人和文所言，会有成凶吗？秋薇，穷问无为凶心路，但我不信。终归一句，告诉三高本源，难以证明。路，这是三高当初约定，以我国主的责任，除非你想硬抢，但这不是一个好办法。东东和文。就红人路这样何来吗？一直魂穿红人，王辉白作为前往水平，人间一次，故事。王国的小子，但他所言也不无道理，究竟是谁留下秘密？刀令，为何素日不见？你可知是佛，便是何必半路？一见你遭告伏击，本源险险就被夺了。我已向兄弟国，这是以先天之道相依本源之身，只想未到是佛的身份，竟已被割落。兄弟国是他们中道家之精神圣地，人呀，如今何解了吗？吾定一直认为，本源不能留在下级手中，但后续要由谁保管，容易有定论。实在会同三高共同商议，所以目前首要，乃是尽快一户门覆盖。正好，用强子一天前来拜访，要你往天堂一回。哦。
突破，吾将想彻入东行，以出心腹。不过令吾为不解的是，当初七人之中究竟是谁，老是本源在何身上的秘密，吾也有此疑虑。但此人不管是谁，吾存不了太久。也将你改回良久了，王家义来人可敌，我心中也会无其他人选。哦，不能在天十三阁用受你青睐吗？我感觉你对挑拨离间十分有正力，但吾家对皇中气色灵敏，你却是后知后觉。